体内长肌瘤，上厕所就知道。妇产科最常见的是卵巢的肿瘤跟肌瘤，肌瘤比较容易会让大便变细，为什么？肌瘤比较硬，它压到哪里哪里就不舒服，它往后压，压到直肠的部分，你大便就会变细。如果你礼拜一变细，礼拜二变粗，这种不用太担心。但如果说持续都是那么细，那一定是某一个肿瘤压迫的。今天晚间八点，请你跟我这样过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